欣迪去年与胡瓜儿子胡世安已经是自在出入对方家的关系，虽然两人在工作上没有交集，但有一群共同好友。对于此事，吴欣迪和胡世安解释就是好朋友而已，更说到应该不会朋友变情人。事隔一年后，两人互动依旧密切，多次被拍到一起行动。在四月多的时候，吴欣迪就曾被拍到搭计程车直奔胡世安所待的社区。近日，两人又被拍到先是在男方家附近的百货公司吃饭买东西，结束后再次前往胡世安家方向走去。去年年底，吴欣迪谈到与胡世安的绯闻，表示自己是跟他租车，被写到怕的吴欣迪说再也不敢借车了，现在主要是开爸爸的车或是搭计程车，还自己笑说爸爸看到新闻吓到，还问他真的交男朋友了。最后，吴欣迪更强调自己跟胡世安不可能，真的只是好朋友啦。